三個中產黨，今日咧我哋講呢一單新聞咧就係國際新聞開始啦。但其實我都係想拉翻去本土。咁其實我成日都話咩焦土派、攬炒派啦，我就應該就唔會係本土派，因為始終咧有好多本土派言論我不能接受。咁單新聞可能大家都知啦，咪就係有一個澳洲嘅即係去到新西蘭居住嘅人。咁佢咧就揸咗啲武器衝入去嗰個清真寺，衝入兩間清真寺，夾埋就殺咗50人，咁有50個受傷咁樣樣啦。好啦，咁呢單嘢發生咗之後啦，咁就我諗你哋都冇乜留意網，你有冇睇過啲網上嗰啲評語啊，或者嗰啲嘢？我睇咗少少，我淨係聽到有人講話，佢話啲評語有啲無厘頭嘅。他說他最認同中國政府還是怎樣，然後那些人就說哇，是啊，是啊，就是說他最認同這樣，那你中國政府就是法西斯，但他又沒有後半，因為後面他還有一句就是，但是我澳洲遲早都會被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國聯軍入侵的，那他又當中國是敵人，那你抽哪樣東西來說呢？我感慨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有個澳洲的議員，咁咧佢就即係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講，喂呢啲咪就係即係伊斯蘭移民政策而發生嘅問題咯。如果啊新紐西蘭啊唔係接受咁多移民啊，就唔會發生呢件事啦。跟住俾人掟蛋啊嘛。然之後佢好似反擊係嘛？唔係，佢打翻佢兩錘。打翻兩錘咧，其實我又好中立嘅。咁你掟得蛋，你預咗俾人打翻轉，其實我覺得兩樣嘢係好合理嘅。即係你唔能夠話我掟蛋，你係政客，所以你就應該要好大方，咁打翻你就人之常情啦。即係當然犯唔犯罪呢個另外一件事啦。即係我感慨地方就是我見到網上邊咧，好多人話佢講得好。嗱，你話佢打得好咧，我係唔反對嘅，即係我唔會，即係我保持中立啦。但你話佢講得好就好奇怪，因為嗰條友係由你哋澳洲去到紐西蘭，然後去殺人喎。咁你講話係個移民政策嘅問題，點都關你澳洲人士先啦，係咪先？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你可能比較少睇嗰啲本土派嗰啲回音牆，我咁咪睇好多啦。即係哇，即係講嚟聽下。嗱，首先第一樣佢哋講咩？佢話：喂，好合理啊！即係而家嗰啲即係回教徒成日喺呢個世界搞咁多即係恐怖襲擊，依家咪自作自受咯。咁我解釋俾佢聽啦。喂，如果你話喺澳洲好合理啊，因為澳洲就的確有好多回教徒同埋有文化衝突同埋呢一個嘅恐怖襲擊。紐西蘭嗰、那個回教徒佔嗰個人口嘅百分比係差唔多澳洲嘅一半嘅啫。紐西蘭咁鬼大，邊會有咁多嗰啲咩宗教衝突啫？咁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喂，佢哋如果有問題，咪紐西蘭搞恐襲咯。點解澳洲又有？係啊，跟住佢話唔係嘅，因為咧佢係代表曬成個白人世界去保護嗰啲白人，所以咧去紐西蘭去殺呢啲回教徒咧都係無可。咁香港人本土派啲香港人都要去台灣殺啲支那人。唔係，嗰個問題就係、是，喂，你同啲中國人諗嘢有咩分別啊？喂，我哋而家要共享呢個全球中國嘅即係榮譽啦。喂，你唔好話你自己係華人啦，你唔好話你自己咩新加坡人。總之黃皮膚、黑眼睛、黑頭髮嘅就係中國人，咁咪就係一樣。喂，你哋唔係好反共反中嘅咩？即係點解你佢哋係反共反中，唔係反對呢個思維。你其實咧，即係如果純從係意識形態嚟講咧，係相同思維嘅人咧，先至會係互相攻敵對人，反而係遠啲嘅就唔會啊，因為你係隔離啊嘛，明白？因為佢哋係咁樣，佢哋係相似嘅，所以先至會。跟住佢哋又會講，佢話：，唉，如果我哋唔累積足夠嘅仇恨啊，我哋就會俾佢。即係而家網上邊咧有一個好著名嘅一篇文咧，成日俾人轉載嘅。就係話嗱，如果有啲國家咧得幾個 percent 嘅回教嘅居民咧，咁佢哋都只係會同你相安無事嘅啫。去到30几个 percent 咧，就會開始嘗試影響你嘅政策㗎啦，就會要求要保障佢哋嗰啲回教徒嗰啲即係習俗㗎啦。去到60-70个 percent 咧，佢哋就會執政㗎啦，就會去開始咧係要將呢一個嘅國家咧原教旨主義化㗎啦，會逼你哋呢啲即係唔係即係回教徒嗰啲人咧都要遵從嗰一種即係回教徒嘅教義啦。去到90-100个 percent 都係回教徒咧，咁剩翻嗰啲人咧就會被迫害啦。哇！咁呢啱啊，有乜錯啫？澳洲當年佢嚟嘅時候，咪嗰啲澳洲土著咪俾佢搞成咁啊？美國又係咁樣噶嘛？喂，佢哋呢個佢完全正確喎。跟住佢哋就會講，喂，所以而家趁住咁多回教徒嘅時候，就殺緊啲先。咁啱啊！逼緊啲佢哋走先。咁所以我哋啊，本土派啊，都要趁嗰啲大陸人未咁多嘅時候，我哋就要咧係趕定走佢哋先啊。咁我就覺得，喂。第一樣嘢，人哋殺唔殺回教徒係人哋嘅決定啊，你唔使幫佢決定㗎、啊。
即係佢哋呢班，即係我感覺一樣嘢，就好多香港人咧就代入咗就，哎呀，我哋依家被人哋大陸人文化侵略啦，我哋即係你身同感受，身同感受，但係兩樣嘢唔 match 噶嘛，即係人哋覺得回客率有問題，同你覺得即係大陸人有問題，起碼個程度個問題咁啊。佢呢個係一個二成裝嚟嘅，因為咧佢哋自己唔敢攞把槍去射啲大陸人，於是乎佢哋就即係佢哋好想，但問題佢又唔敢，於是乎就話希望嗰日有頭。你哋澳洲人殺咗啲回教徒，殺得好啊！我都好想咁樣樣做啊，所以但又唔夠樸咁。OK， 咁跟住我就即係其實我最主要唔係講呢單新聞啦，就衍生到即係香港，即係香港你發覺即係而家講中輿論好非理性啊！我哋唔好講嗰啲咩勇武派啊，就算好温和派，我都唔好講本土派。依家啲泛民都係咁噶。喂，今日有一單新聞就係講話起咗嗰啲水管嘅即係臨時屋咧，俾嗰啲即係荃灣嗰啲人做喺天橋底啊，佢起咗啲過渡性房屋。又係啲留言係講，起啲有鬼用咩？你唔解決每日150個單程證啊，根本啊，啲屋都係俾萬惡之源啊，150所有嘅嘢你都係歸咎於單程證問題，所有嘅問題你而家都可以作為一種即係對大陸人嘅憤恨。即係我唔係話呢一樣嘢係冇個來由。即係我都話我試過搭地鐵，俾個即係新移民彈開，跟住指住我嚟鬧，仲話我喂我非禮，即係我當然都感受到啲憤怒啦。但有兩個問題我係接受唔到。第一樣嘢，我會覺得要揾啲方法去即係減少啲新移民福利，或者咧係即係揾啲不友善嘅方法去令佢哋不如翻翻中國咁樣。我都會可能認同嘅。但我不會認同，就因為你撞一撞我就開張打 Q 死你嘛，就會去間公屋嗰度大屠殺噶嘛。即係兩個仇恨係唔對等噶嘛。第二樣個問題係咩？喂，大佬啊，你而家將所有嘢都擺曬新移民，其他嘢就唔使做噶咯，所有政策都唔需要討論噶咯，所有人都係不停咁創作一啲新嘅新移民故事出嚟，然後就話喂，睇呢個又呃人啊，嗰個又搞到人哋妻離子散啊，哇，呢個仲衰，攞埋建間公屋，跟住又做大懶蟲，但佢永遠唔去諗。咁呢啲嘅問題究竟係咪一個整體性嘅問題，定係個別？如果個別，香港都有好多衰人嘅喎，即係香港衰人就得，因為佢喺香港出世嘅；大陸衰人就唔得，就係因為喂咁啱喎，啱嘅喎，即係你如果你喂嗰個我仔嚟嘅，咁我佢點曳嘅話，佢都我仔啊嘛。咁如果你無端端有個人有個人嚟白食嘅，喂大佬你都白食噶，你仲喺度我屋企度偷嘢，咁梗係唔得啦。即係以後喺香港咧有強姦殺人嗰啲人咧，我哋係咪都應該寬恕？唉，咁佢話曬都係香港人可判輕啲啦，係咪先？輕啲啦。我真係心諗，即係點解去到呢啲議題，我哋全部都用一個非理性嘅方式嚟思考。同埋你最終係個政策。個行啲 application 係咩先？你咁樣鬧完出嚟啦，除咗令到個社會更加分化、爭論之外，有用嘅，咁會鼓吹更加多人去對啲新移民差，咁可能會令到佢哋唔高興而走咯。佢哋唔高興走係一個可能，冇可能。佢哋唔高興一個可能，冇可能係一個冇可能。佢哋唔高興，然後同你對著幹，令到你更加唔開心，又係另一個可能。我咁邊個可能？我覺得就咁，即係純從即係政治鬥爭嘅角度嚟睇咧，即係至少咧。你係分化咗香港人同新移民先。如果嗰樣嘢咧，你唔喺呢個時候作出個分化嘅話咧，好快咧啲新移民就變咗香港人，咪香港變咗新移民。咁大家咧，你就成個香港嘅本土運動就冇咗嘅啦。即係有理冇理都要將呢樣嘢 distinguish 先。我覺得喺順從之前就係呢個咧，就牽涉到啲比較深啲嘅政治理論，即係要。製造民族，即如何製造民族，其實原來我們知道所有民族都是假的，都是騙人的，即譬如中華民族其實只是創造了100年而已，即之前沒有中華民族這件事，即是可能烏克蘭民族都是創造了100多年，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香港和新移民和舊移民的區別是哪條線在畫呢？不是所有民族創立都是老作的，阿 Q 人家是不是你都揾過你都要作，係你真係點呃喎？你點啊？即係97年之前嘅就唔係冇所謂嘅，因為咧其實咧而家唔係你個現存所有嘅民族創立咧都係假嘅，而現存所有民族咧都係自相矛盾嘅，佢係唔可以我嚟呃我哋呢個頭腦咁清醒嘅，係呃啲蠢嘅人噶嘛。美國人歧視黑人，咁我明喎，咁起碼佢黑，我唔係黑，咁我都分到啊。好啦，呢一個。
口音。德國咧，但係有啲黑人佢承認係白人嚟噶嘛？有啲黑人 Michael Jackson 唔係 Michael Jackson 嗰啲黑人，我都係當你黑人，咪起碼條線畫得到。德國人迫害猶太人，所以都唔係好認得到啊。喂，起碼我都查曬家宅，攬曬臂章先啦。喂，新移民咁點樣？96年出嚟香港嘅算唔算新移民？95年算唔算？94年算唔算？有啲話係97年，係啊，有啲話係97年，有啲就即係有唔同嘅界線，但係都有。體類政策之後嗰啲係啦係啦係啦。咁你點樣話？咁我落街，我想屠殺新移民，我當我一個變態殺手啊！咁邊個係先？你係咪新移民？原居民冇啲，原居民冇啲。唔係你結果去到最尾，咪就係澳洲嘅原居民，就係毛利人咯。呢一個美國本土派就印第安人咯。咁就香港嘅本土派就原居民。通常本土派所有的本土派都是嘅第二代移民嚟嘅，即係台灣嘅本土派係閩南人移民山地人嚟噶嘛？美國嘅本土派就係薩爾人、印第安人嗰啲，但係佢而家要係排斥印第安人咯。而家有好多本土派嘅代表人物其實都係大陸出世嘅，咁你又畫唔到嗰條線？其實越係你個血種唔純正，就越係自己覺得係本土，反而你血種純正，新界新移民冇用噶。越係血都唔純正嗰啲人咧，就真係越係咩？希特拉可能有少少猶太血統嘅，希特拉佢應該你同歷史應該知道有少少猶太血統。咁所以佢因為本土唔純正，即係羅冠中啊咁嗰啲嗰幾個嗰、那個梁天琦啊嗰啲，全部本土唔純正。你越係個血統唔純正嘅人，你越係會覺得自己血統純正，好奇怪嘅。即係嗰啲咧當年嘅時候打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佢嗰啲朝鮮兵。是殘忍過啲日本兵嘅，因為朝鮮兵係二等公民嘛，即係香港嗰啲買版係覺得自己係即係阿毛姑姑嗰啲係特別覺得自己係一個高等民族嚟嘅，反而你英國人係唔會嘅，即係呢個係永遠係一個人性嘅基本原理嚟嘅。即係我覺得反而呢一樣嘢即係順從你讀歷史仲合理。即係我依家都係好簡單，因為我一個好膚淺嘅，即係如果我係本土派啦，咁我攞支槍落，我應該殺邊個咧？即係你要夾到我呢個問題，我應該殺你咧？你係咪新移民咧？睇下你講廣東話正唔正？喂，但係最大嘅問題有好多住咗喺香港好耐嘅人，廣東話都係唔正嘅喎。即係我攞支槍問，咁個個都計話自己唔係新移民啦，咁應該殺邊個？另外一樣嘢就係咪所有嘢你留個言就係，咁總之係150個單程證咁啊，解決唔到啊，咩都解決唔到啊。醫療住咗教育，全部都係150個單程證。以後都唔使用腦諗嘢啦。即係呢個就係我由呢一個清真寺槍擊事件，佢聯繫到香港好多人嘅留言，再聯繫到即係其實香港即係討論呢啲嘢，其實嗰個意義真係同埋而家即係香港，即係我補充少少就係、是，其實我自己心目中有啲唔係咁認同嘅作家，可能佢寫其他嘢寫得好漂亮嘅文字。唔係香港有好多評論員講其他嘢都係正正常常。係啦，佢一去到呢個問題嘅時候，種族問題嘅時候咧，係咯，變咗一個就跳咗掣，跳咗掣，唔知跳咗去邊。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問題，唔止一個，係好多個都係咁樣。好，呢一集就到呢度。